走了5分钟，但是为了这五分钟，我练车里已经练了11年了。待会的五分钟，这套作品是关于我跟我车里之间的故事。而我希望透过这五分钟的时间，可以带给各位今天的血液有满满的能量，迎接接下来的每一天。谢谢。Thank you.
饭，吃完就让大家去吃饭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台中市的扯营联合艺人，我叫宋瑞君，目前20岁，目前正就读台中教育大学体育系3年级。扯营我练习了11年，这11年的过程中遇到许多挫折以及困难，但是今天站在街头表演着我最热爱的扯营，我想告诉大家，即使现在非常非常困难，你现在你永远是你需要的坎，不管如何。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因为当你坚持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，那个过程是你最感受的，而这件事情是你最热爱的。如果还喜欢我的表演的话，请帮我找大家，希望可以获得点支持及鼓励，让我带着你们的力量，在梦想的路上走得更长，走得更远。谢谢。